有点烦了。自从改了德汉的名字，运气吧有点过分了，有点。哎呦我操！快跑快跑，赶紧跑赶紧跑！哈哈哈哈哈！泰坦。Minion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泰坦上当了，泰坦有点上当了。啊，眨眼了。余震大树挺烦的，他们家剑圣打野啊没有人敢可没事，我马上升三，并且我有小饼干。哎呀，这个 Q 怎么中的？差点钱，差了100块钱，把这波兵收了吧。走了，1325。差点钱怎么办？没事，他推不过来，我们等一会儿。下路炸了倒没事，你看基本上每把对面的上路都是炸的，也不是都是炸的吧，基本上都会被单杀，但是人家会玩就行，你只要会玩，明白你到底应该干嘛。这大树是旁边有人吗还是怎么回事？没有人啊，那怎么跟我拼上了呢？还跟我来，
来，可以。快走就行，剑圣五级，没事。他把龙拿了。大树要挂机了，快点挂机，我受不了了，赶紧让我赢一把，快点的，给我打膈应了，我打烦了。空一手线啊，先插个眼儿，等待着大树上线。这提亚马特控线确实是有点傻逼，哎，控不住。按 S 别打他 ，A 一下防御塔。我帮你把这打了，帮包女把这打了啊。嗯？我直接闪。反复横跳，能打，看他们打不打啊？你为什么不下来跟我打呀，兄弟呀？你跑啥呀，那宝石大都没有了，那剑圣这种装备我怎么秒不了他呀，跑啥呀，那大树大都没有，一个破大树，两个布甲，一个皮鞋，你怕他把你打死了还有个宝石。저기학살중입니다真是佛了，多断节奏，你说四杠一死了，哎，各不各呀，真是真烦。出点护甲开始猥琐，杀又杀不了，开始补刀。
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적 더블킬. 시원한가? 계속주의자라는 것 같습니까? 你看，虽然人家大树吧死，但最起码人家会玩，你知道吧？他也不用跟我打，他就混。真他妈猛，敢跟我打！俺们家人都不会混。谢谢樱素雪。嗯，一会儿团战大头还得杀，那大头还起来了，剑圣六个头，大头也得杀。俺们家 ADC 还是个禁，你要选个侠啥的能有点保命的呀，那也倒还行，还选个禁。我看那泰坦也傻了吧唧的，也不会玩。快走！我其实都有点勉强了，这波我不应该展现杀他的，我打的太烦了，妈了个逼，把把的劣势，咋这么垃圾呢？就玩的就烦，这不玩气了有点。前几天没那么费劲，你知道吧？继续带。你们这波要能打过，你们就真懵。你们要能打得过这波，我就吃屎。没打起来，一换一。拜拜，一换二，没打过，吃不用吃了，赶紧来小龙。别死啊！哎呦，
哎，这为什么潘森加血了啊？包女儿给加了一波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宝石应该没有大，我估计，我估摸这宝石应该没大，上波他们应该用了。这里有个小树苗的，把它引了，哎，对。我的妈呀，队友呢？死光了，宝石有大呀，宝石要没大就好了。走吧，那大树跟那牛头那俩人啊，就搁那顶我、抠我、W 我。你看这大树没有？0-4开局又变成3-5-3了，67刀。67刀的大树啊，就莫名其妙就捡，人家吧就每把都能捡着我们家队友的头，就死也没用，就是愣送就能送得起来，就是人家吧前期就无论咋崩也能捡得了头，就是能捡，就是有人头。我他妈费劲巴拉杀了6个人，才杀了6个人。把把这样，把这给我打了，这波还不打，我就不信这宝石大招能好的那么快。打个红去，我们得单带这把。这把得单带，这把如果单带，对面就团不起来。你去守高地，守高地，去守高地。这什么意思？进野区了，先杀宝石也行。对，凯子。不急上啊，不急上，等让他们开没事，慢慢 poke。 那里有树苗的，我得去上路收兵了。包女儿看不下去了，包女儿不还行吗？我看包女儿，哎呀，刚才峡谷应该给我好了，我直接单带上路啊，我拿好了。小龙闪，我估计我就死了。
哎，小龙的时候大没了，咋整？站好位置，来来来来来，虽然我没有大吧，但是对面上路兵营兵线不行，把位置站好。这还补刀，赶紧推呀！这也打不了啊！这开起来团必输，根本就打不了。我没有大，打个屁呀！你说，我没有 R。你说我没有 R 怎么打，兄弟？你说怎么打？推塔吧，单带推塔吧。你本身宝石剑圣他起来他就不好团。没有跳弹。你俩杀我不扯犊子呢吗？那大头怎么的呀？你怕啥呀？你这又害怕了，这有啥好害怕的呢？把这牛给我杀了。不行，杀不了。赶紧跑！我剑圣怎么扣着我？没个他！哎呀，太菜了！剑圣前期还是太顺了，还是不是剑圣前期太顺了，还是太菜了。归根结底就一个字儿，菜。不管了，我要追。我必须得杀他，我要追。前两天打没这么菜呀，你说前两天打不还行吗？都基本上都是下路五五开，中路五五开，打野五五开，上路有点优势，带两波赢了十五头了。哎，我操！这两天真是我他妈头都疼啊！哎呀，打的我真头疼啊！真的，前两天没这事儿啊。